的靴子，晒到骨了。哦，那么嫩嫩的呀，那又唔得嫩的，快牙膏都软了呢。咱们这里现在还没有露水了。哦，有嘞，有个，看地板。哎呀，这一下。我们的稻谷已经打完了，待会我要把我们家的鸡给放到田里面去。让它也吃稻谷，找虫子吃。我来让奶奶都给拉了一根针，因为按照一天针后三六个。哦哦哦，针也把芦苇奶都拉了。那得让妹妹皮皮呀，说不来啊。哦，皮皮，皮皮啊，下下啊，再困难快。好。像那农地啊，那那么点的呀。嗯。嗯。再行行行行多点啊，行啊，唔点往白话那行去。你能过房我过来呢？没得事嘛。嘿嘿。先叫皮皮上。这么轻，柿子。嗯，晒今天晚上能不能吃？可以啊。能不能软？哪有那么快软的？除非很大很大的太阳。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也这样晒过，而且我们晒的是这个皮也吃哎，我们这皮也放一个地方晒。我们不吃这个皮。我们吃，我们太饿了。太贪吃了，皮也吃。那个柿子坏了吗？我怎么闻到那个榴莲的味道？我看你是想跪榴莲了吧？你鼻塞了，所以闻那东西都味道变了。不是吧，枇杷还可以闻到榴莲味道。嗯，肯定想跪，要不要去买一个来给你跪？我不要。大缸的提了一下，我把二壶提。